你真的好高贵，你哪来这么多订单冲你哟？上次看这个限时充值礼包，它汇率还是正常显示港币，怎么今天到你这里变成台币？普通充值我点进去没啥事，限时礼包我点进去还要等。你是不是看限时礼包比普通充值划算，故意让我等，想让我充普通的让我亏？让我们跳过，是不是有人想问到底跳过了什么？其实打完这个就完成最后1001个任务了。我打算美丽结束，你看，放我飞。